者冯毅宁综合报道。昼翼 EXU 小分队 CBX 厅十日下午发表 mini 二辑 Blooming Days 同名主打歌预告也公开咯。CBX 从昨九晚也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直播，因为 Blooming Day MV teaser 在昨晚公开，从片中能看出动感节拍与色彩缤纷的画面，充满春天的气息，舞蹈片段也超级精彩，让人更期待。昨晚开始透过 Naver V App 进行了星期一的 CBX 直播，成员博贤透露，这次的舞蹈编舞非常棒，但好像也没办法进行事前录制，因为只跳过一次就非常累了，就是非常需要下肢力量的舞蹈。小队成员之一的 XM 也同意博贤的说法，他觉得这是令人减肥的舞蹈，像做运动一样。今晚南韩时间8点 CBX 也将举办回归纪念直播。 EXU CBX 是 SM 娱乐旗下男团组合 EXU 的子团体小分队，组合名称是由三名队员 XMIN、BAECLAN、博贤和 CHAN 英文名开头字母组成。 EXU 小分队 CBX 今回归翻摄自 EXU CBX 官方网页。新曲 Blooming Days 舞蹈相当精彩，翻摄自 EXU CBX 官方网页。相关影片，影片取自 SMTOWN YouTube。 B 如遭遗除敬请见谅。